这只调皮把主人推倒在盆里的狗狗叫豆豆，它非常活泼有趣呢，平时总喜欢偷跑到地里挖萝卜吃，自己吃完还不忘记带一个回家呢。到家后发现主人还在睡懒觉，聪明的豆豆会拉着皮筋把主人抬醒。别看它这么顽皮，有时也很暖心呢。看见突然下雨了，豆豆想起了主人还没有回来，他赶忙转身进屋，拿上雨伞，翻山越岭的给正在田间忙碌的主人送伞哦。然后一人一狗拿着篮子打着伞回了家。这么活泼有趣的豆豆，难道没人喜欢吗？如果喜欢，记得收藏哦。